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名人中錶的 Sam。 今天很高興跟大家介紹這隻黑色背霧面 18CT 黃金鑽石腕錶。可以看到它的外圈是用 18CT 黃金去製造，外圈是镶滿了鑽石，另外它的數字刻度方面也镶滿了11粒鑽石。錶帶方面也是用上了總統帶 18CT 黃金和鋼去製成的。另外在錶扣方面也是有勞力士的經典 logo。 這隻高貴大方的 Daydrip 行動日字型腕錶採用了勞力士的3135自動上鏈機芯，動力儲存是48小時，防水是有100米，錶盤是 36mm， 再加上藍寶石水晶抗磨鏡面。除了一般的時分秒之外，它還可以去調校一個日期，只要鬆開把的扭去第一格向上調校，就可以移動到個日期，扭開第二格就可以調校個時間。如果看完你都有興趣想即刻試戴，歡迎在下面留言和我們名人鐘錶聯絡。在片尾也會有我的 contact， 如果有什麼都歡迎大家和我 WhatsApp。 我們下集再見，拜拜。